娘，夏荷，我回来了。你怎么这么晚回来了？夏荷，我再也不用回去了。真的？你拿到休书了？嘘，别让娘听到。什么休书啊？哦，娘，没什么。娘，我就是想你们了，想搬回来住。对，那怎么行？那朗少爷怎么办呢？朗少，他经常出差，所以我就回来陪你们。好好好，你什么时候想回来看我，娘都欢迎你啊。饿了吧？我去给你做吃的。谢谢娘。你现在是有自由了，可是我怎么觉得我好像是没自由了？怎么嫌我管你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没有。嫌我管你？不是不是，姐，站住。你管你管你管，别跑。这个效果我是亲眼所见，特别的好。咱们都买几个啊？来来来，这个也拿上，装着。哎，慢走慢走啊！哎，老板，谢谢。哎呦，慢走慢走啊！谢谢掌柜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慢走啊慢走。看来，月明这治脸的功效颇有影响力呀。是啊，这下我们的胭脂水粉又能清仓了，太好了。步步为营干了这么多，反倒是为人做了嫁衣裳，给了人家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会。都怪那个顾海棠，该死不死，搞什么公开治脸，本来施家得了一点势头，现在都要被压回去了。啊，心绞失言了。石老板，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？顾海棠现在从朗家拿出来了休书，龙墨花又紧盯着朗月轩，要不然我再去中间搅和搅和，说不定能打探一些消息。你傻啊你！易小姐的事，你差点就暴露了身份了，绝对不可以再轻举妄动。这一局我们输了，我认。那石老板，您的意思是？按兵不动。